本港社交平台最近疯传一段影片，网上疯传的片段长约1分10秒，见到两名女子摔跤式倒地前斗，其中较年轻身穿瑜伽裤的女子同另一名着黄衣的中年妇互先铰剪脚，紧夹对方，双手亦互相紧紧拉扯，变成紧缠一齐。旁人亦无法将佢哋分开。片中的黄衣妇人曾经多次问及警察离未，在场三名男女，包括一名外籍男士劝阻，想将两女分开，但未能成功。现场旁人不断劝阻，但黄衣妇用力扯住心衣女的马尾头发，在旁一名男子几经辛苦，先将佢嘅手拉开。影片最后见到两女仲要被解开，但未知佢哋嘅关系，亦事件如何结尾。